上非常有名的这个鼓手老师，我们的青山大使还有海峡之星的歌手都是他的学生。那第二个环节呢是我们的旗袍秀，我们的全球华侨邦联的青山大使还有我们的爱关怀的行动日的团员会一起来为各位演出这个旗袍秀还有那个泰国秀。那我现在呢就把麦克风交给我们今天两位非常有名的，一位就是我们海峡之星十强歌手高桥伟，拍手鼓掌。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全球华侨邦联成就大使叮当阮国庆，拍手鼓掌。今天呢这个司仪的部分就由他们两位来为大家做服务。那我现在把棒子交给我们的高记者，来，谢谢。谢谢，首先谢谢会长您的介绍，把我介绍的那么高，不好意思哦。我十强歌手，没有到大陆去参加比赛，我落选了，在台湾就已经落选了。虽然是十强，但是呢，没到大陆去参加比赛。非常欢迎各位远道来，从这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到台湾来参加我们今年的全球这个中医药“一带一路”功勋典范的颁奖典礼。我想各位都是在中医药界呢非常赫赫有名的，所以呢，各位在“一带一路”这方面呢，应该都是非常的杰出，今天才能够参加今天的功勋奖的表扬。也非常谢谢你们对社会的贡献，对我们人类的贡献，非常谢谢各位，请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谢谢。今天的颁奖典礼，当然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热闹，非常的好看，所以呢各位静静的看我们的表演。然后呢在中午的时候，原本吴敦义主席呢他9:20会到现场来跟大家一起见个面来致个词，那因为他这个行程耽误了，所以呢他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耽误到各位的时间，12:00他才会到。到时候呢各位这个有需要跟吴敦义这个合照的，在外面把握都可以合照。好，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要表演的，刚刚我们的女主持人叮当她已经说明了，他是花响鼓乐台的艺术总监，他也是常常出国比赛，战功累累赫赫。那首先我们就邀请他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花格格。掌声鼓励。
票，如果很多的话呢，就会表现得非常的震撼啊！我们还是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非常谢谢他。在人美，然后打鼓的姿势也很美，非常棒。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精彩的节目哦。那我们要准备好了吗？我们美丽的全球邦联华侨大使以及志工团队。好，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表演是旗袍跟泰国舞走秀。他们已经很认真的排练了好几天，我们给他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谢谢。好，等一下哈，我们的音控音乐，等一下要帮忙下一下，好，谢谢。现在因为音乐还没有就绪啊，现在容许这个会长呢先介绍一下今天练习的贵宾。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会长。各位嘉宾大家好，那今天呢是我们自然疗法学会36年的生日啊，所以呢我们就跟北京这个杨主编还有马东秘书长联合了举办这个我们的全球这个“一带一路”的颁奖典礼，那很开心呢、啊。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贵宾啊来参与这个盛会。那我现在先介绍我们的杨主编，先上台为我们讲几句话，来，我们热烈掌声。大家早上好。突然袭击就是这样来的，没有说假话。大姐辛苦了。因为无论是来自新加坡的朋友，无论是来自咱们台湾的稍微远一点，甚至咱们来自大陆的，来自其他地区的啊，都是跨洋过海，辛苦聚到咱们聚集到一起。围绕咱们的自然疗法，中医药的自然疗法进行学术交流，促进我们自然疗法、中医药的自然疗法的大发展，为我们人类健康，为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相信通过我们这次的活动，我们也会每位来到会场的同志们也会有所学。有所获，一定是高高兴兴而来，这个收获满满而归啊！祝在座的各位为在以后的工作中，做出新的贡献，这也是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元月的7号啊，也就是新年到来，转眼呢就是我们。华夏民族的青春，春节马上到，在这里，我再祝各位新春快乐，新年吉祥，谢谢。谢谢，谢谢杨主编。啊，我们现在接着先邀请我们的会的，我们现在赖主席、赖理事长啊，现在等一下走秀，所以就不支持了。但是我邀请我的好朋友杨师益友。洪安公博士，他是我们自然疗法协会的顾问，我们邀请他上台。在他还没上台之前呢，我还要特别介绍，我们这个会36岁了，有创会会长，是我们的董延龄董医师，我们的台湾的国医大师。哎，因为等一下他要演讲，所以我等一下就不让他致辞了哈。谢谢，掌声鼓励来，我们请洪博士，请坐。会长，在座各位
嘉宾们，刚刚听到我们的主编给我们很多的勉励，那么我们非常高兴。中华民国自然疗法学会已经成立36年，在这36年当中，确实在台湾的地区，为了台湾民众的身体健康，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是还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向各位在座的各位嘉宾跟你们学习，精益求精，让我们为民族、为人民身体健康的贡献能够付出更大的贡献。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朋友们，来自大陆地区、新加坡地区、香港地区，在台湾各个县市都有。我相信我们透过今天的交流活动，我们一定能够对自然疗法的认识与弘扬发展，我们共同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纪，大家说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我们洪博士，谢谢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所以等一下还有好几位贵宾。